从奇葩二的演员们来到淡水老街进行造势，并逐一闯关玩游戏。要当飞镖手不是件简单的事，看配词没射到几个就知道。不过下一关的大胃王比赛应该就难不倒他了吧。能作弊呢？还是来看看队友在投篮比赛中的表现如何？就不客气，一两关啦，你们要不要就直接回家了？中冠军讲讲话好不好？让赢的讲讲话，讲讲话。其实这些车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啊！请你放下你手中的鞋子，再跟我说话。没想到明杰找到了超厉害的粉丝助阵，让他们反败为胜。不过输的没惩罚，赢的却要表演给大家看哦。而佩斯天然呆的模样不是只出现在玩游戏的时候哦，在拍摄《终极一班二》的时候，他就常常 NG 笑坏大家呢。你要证据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快点拿出来！那样东西你可以自己拿。你是想勒毙我，先劫财再劫色吧？那好重啊！不要走！你们三个怎么受伤了？他们的，他们东西都是你吧？好嘞，我跟你讲。当你数量一个人的时阵，你的树头啊、拍婆啊、黑熊啊，也是落落来啊，就表示一人在受力啊。真的假的？你骗人吧！我从啥跟你骗？马思燕在这里报道。